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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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筋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冇事啊嘛，轻松抽下玻璃都抽筋嘅。冇嘢嘅，成日都系咁噶啦，抽下筋好正常噶咋。梗系唔正常啦，你打波时系冇做足热身运动咧。吓？你点知噶？唉，所谓事前热身，预咗会抽筋，所以咧做咩运动都好。事前如果全身都有充足的伸展，那就可以大大減低受傷的機會了。嘿，那事後呢？你問得好，所謂事後不孤單，酸痛一大餐。舒緩運動和熱身一樣那麼簡單，我們何必急於那一陣間呢？我明白了，哎呀，又抽筋了。怎麼啊你，下次記得要 warm up 和孤單了。